孩子呢，第一个呢打了一个女孩打哭了，老师给他调换了个位置，后来又打了一个孩子给他调整了一下，最后所有小朋友都在等开饭的那一分钟左右，嗯，然后老师给他把凳子拿过来，摇摇晃晃呀，就是抱着他的那个脖子说你怎么老打小朋友呀，最后就是给他挠痒痒疯着玩。警察当时看录像断定就是说老师没有过激行为，他跟警察就说，他说就是打了。那么他的理由是什么呢？他的理由就是看到这个监控的画面，可能家长认为是老师在进行教育的过程当中方式方法有点不对，然后他可能理解成了是一种虐童的行为，是吗？对，警察也是这样说的。